说前两天呢，陕西西安的一名13岁的女孩呢，带着6岁的弟弟呀，提前策划为68岁的爷爷举办了一场生日会。小姑娘呢，一人控制全场，包揽了主持人和表演嘉宾的角色，给爷爷高兴的呀，一直在拍手叫好。来看看。昨天他爷爷过生日，孩子，我们都没有想到，孩子可以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惊喜。孩子昨天他就下午的时候，他叫上他弟弟，他就是可能是他自己全程策划，然后就是导演了这个。爷爷说他是68年来过的最高兴的、最满意的一次生日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